我没，我怎么了我？既然我们开始直播了，那我们现在就请真的公主殿下朱韵来到咱们的直播间，好不好？好，那我们等静怡进来。嗨，哎，嗨，哎，静怡，哎，你声音有点小。等一下，哎，这是开了那个什么吗？给大家介绍一下，这位就是我们请来的公主殿下朱韵。Hello， 大家好。你在干嘛呢？我在干嘛呢？啊，我刚刚去新浪扫完楼，然后我昨天晚上刚好演完最后一场毕业大戏，然后今天早上9点就到新浪大楼这边来做了采访，然后一直到现在。辛苦你了。你呢？我还在拍戏，然后现在是中场休息。现在是中场休息啊？嗯。啊，好吧。今天背单词了吗？我背了，不要。背了吗？背了，我每天都在背。今天背了几个啊？今天背了30。今天背那么多单词啊？我不是跟你讲了吗？每天30。那咱们有没有什么印象深刻的单词可以分享一下？最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 princess。 哦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最近大家都叫我公主。对，因为你戏里的称呼就是我们的公主殿下，对吧？对。嗯，好。你今天怎么样？你在干嘛呀？除了拍戏以外。我先把这个美颜给它开小一点。哎，在哪儿看？我刚刚也调了，你看这底下三个点儿，有三个点儿。嗯，没有啊。哦。然后你点开了以后，它有一个美颜，然后就可以调。没有。你呢？我也看了，我也看到第10集了。怎么样？喜欢吗？喜欢啊！你喜不喜欢？很喜欢啊。为什么喜欢啊？谈谈吧。为什么喜欢？的有环节呢，是两位要执行6个任务，然后这个任务呢，由我们的陈飞宇老师来跟大家介绍。你最喜欢你在剧里的哪个发型？我都喜欢，因为这个是必须选一个呢。必须选一个，那我先让你选。哎，其实我喜欢不一样的感觉吧，就是。最开始第一次见到，就是见到你染金发是咱们拍杂志的时候。嗯。然后我记得后来，你记不记得那一次你刚剃完寸头，然后我见到你我还有点就是突然有点不认识了。突然有点生疏。对，然后就突然感觉怎么变了一个人，在车上那场戏。对对对。我不记得。我第一回见到你的时候，你背着一个毛线织的小书包，也就这么大个儿，
的一个小书包，然后那个肩带特别长。哎，静怡，你现在开工每天还会背这个小书包吗？没有，就被你笑话了以后就背单肩包了。哎，我没有这个意思，我从来没有笑话你的意思，我觉得非常好。飞老师，但不有人说公主一直站在后面有点太累了，让她下去休息一下，我们就让工作人员。可以吗？我们其实只可以有一个公主殿下，谢谢。不说点什么吗？说呀。好了，我挺喜欢酒吧呀那场戏，还有天桥那场戏。嗯，天桥那场戏。嗯，好嘞。你不问问我吗？你呢？我呢？哦，我和你一样，咱俩好久没合照了，要不截个屏？怎么拍？快叫我！这是我们的任务六，然后我们听。各位粉丝朋友可以在弹幕上面 Q 你们想要看两位老师跨屏我命运循环合拍的一个姿势，可以在弹幕告诉我们，我们现场 Q 两位老师。哎，比心跨屏比心，一二四。哎，静怡，哎，你刚说什么来着？我说你更喜欢哪个名字？啊？你是不是在装？不逗你了，不逗你了，不逗你了。又是真的。我还是喜欢火军吧，因为就简单明了，简单明了。我也行，我还收藏了这个的表情包，是吧？火军来了，那个。啊，那要不给我看看？看，看什么？看那个表情包啊。我一会儿发你。一会儿发我哈 ，OK。大家以为是真卡了，其实没有，刚刚没有卡。啊，对。只是纯属他的幼稚行为。对。对，那个，首先是那个在湖边表白的戏，印象挺深刻的。然后还有那别起哄，别起哄，让他好好讲。别起哄，我爱不下去了。那场戏很甜，一定要看啊！湖边的那场戏，你看他脸红了。湖边是你穿的那个公主裙去那个的吗？嗯。哇，我真的是你的，而且我还是你的爱情快递，你那条裙子还是我给你送过去的。不是，因为那天其实那一场戏我跟飞宇拍的时候，我觉得周围起码有100个人。好羡慕这100多个人哦，都能够现场看你们。 我们都没看到呢。哎，我有浅浅的看到一点点。因为其实我对那场戏的印象挺深，因为那天其实特别冷，然后飞宇就一直在淋雨，只穿了一件很薄的卫衣，还挺冷的，就看他一直在外面。但是淋雨那场戏很帅啊。对对，挺帅，真的很帅。真的吗？眼神拉丝，非常帅，真的帅。对，谢谢老高，说的我脸都红了。我大冬天穿短裤拍戏，你怎么没有心疼过我呢，朱韵同学？啊，你有什么可心疼的？你有小六子，你就加到很热闹。闭嘴吧你，高建宏。对，很好玩。我记得当时拍完这一场，他们有给我看那个片段，我还就觉得特别感动，热血。对，我热血，我也看到了，有多感动 ？OK， 就是落下了眼泪。嗯，超感动。OK。啊，好，下面是谁的环节了？快点！你们俩要不展开说说吧？其实我也想听，有多感动啊，朱韵。闭嘴！有多感动？我们刚刚在你不在的时候说了你好多事情，对，说了你好多坏话。对，我刚刚听着呢。真的假的？哦，对对，有声，没有那个视频。
对啊，难怪我们夸了那么多他，我们刚刚没有说一句来，静怡，你来夸两句，听你来，来，夸，怎么？夸夸你，夸夸你，他说你眼神拉丝，夸夸你，是相互的吧？我觉得这是一个双向奔赴、循序渐进的一个过程。你说呢，静怡？是命运循环的过程。哇，磕到了，来吧，来吧。他说要讲冷笑话，或者你拿了个什么东西进来，或者做鬼脸。哇，你怎么那么幼稚？你才幼稚！呀！我们要破万。那如果破万了，我给大家唱《焰火》。你为什么不唱我的歌？那歌太难唱了。你为什么不唱我的？哎，我很想看你们两个唱那首歌的好不好？那啊，我跟飞宇吗？对呀、啊，那不是男女对唱吗？对。你知道本来我的这个 flag 也是唱这个。哇，巧了，哦、你怎么知道了？真的巧。那一起吧，反正我一起唱呗。可以啊，那就一块唱呗。一起唱呗。你们俩一块唱哪首歌啊？焰火。唱哪首歌啊？焰火。听你的，听你的。唱柏林又吧、你们的命运战歌。你看给你怂的，你现在知道为什么你永远比不赢李寻同学了吗？太弱了，一点毅力都没有。没有，我不是天才，我认清现实了。我不不，李寻只能有一个。我又磕到了。再见各位。拜拜，下播了。